下个月我就27了，有些事情总要现实一点。一个人去那边旅游一个月，回来好好找个人，好好的过日子。是一个人来泰国玩吗？要不要跟我们的团一起？一个人旅游很没有意思，喜欢一个人的感觉啊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我叫 David， 也是一个华裔。什么时候不想一个人来，记得联系我。色很美，水果很好吃，大家都来玩。泰国还是一个很容易邂逅爱情的地方，我们泰国人很讲究缘分，所以在这个佛祖光照的地方碰上的缘分一定不会抢。傻愣着干嘛呢？我马上要回国了，说说你们最近的情况吧。想去一些没去过的地方旅旅行，然后就哈。然后我就想起了 David 之前给过我一张名片，试着给他打了一个电话，之后就到这里。考虑一起啊，蓝雨桐。
我们已经过了。初次见面，请多关照。我叫白雨桐。像你这样一个这么漂亮的美女，一个人坐在这里喝咖啡，岂不是很可惜？要不然我们一起啊。我记得当时你是这么说的。哎呀，看你这个样子，长得就像一个坏人，你觉得我会跟你走吗？我当时的回答是既然这么有缘分，不如一起吧。泰国的国花，蓝花是泰国的国花，配这个茉莉花，茉莉花就比较鲜。这种呢，真的就是大肚船，肚子比较大一点，它会租给晚上出来夜游的。爱什么时候移就什么时候移，我就知道这椰子不错，来尝一口。我不要了。来尝一口嘛。真的不要了。雨桐，你看这些船，我们从哪里上船就要从哪里下船，是不是这样才算完整？你想什么呢？又没什么，你看，这里一点都没有变，和三年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可是我们不一样了。楚涵，还记得本我们一起玩的游戏吗？你不来追我吗？那换我追你吧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要把你重新追回来，让你回到我的身边。雨桐，何必呢？这两三个月我想了很多，我很清楚我要什么。舒涵，我爱你。你可以拒绝我，但是你剥夺不了我爱你的权利。雨桐，我们现实一点好吗？既然已经大老远跑来泰国了，就好好享受旅游，不要再说那些我们不可以改变的事实好吗？Thank you.
然喝闷酒啊。照片挺漂亮的。分手。再找一个呗。你根本就不懂，你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感情。我总有一个感觉，舒涵就是我这辈子唯一喜欢的女人。我做纹身师很多年，来我这纹身的人都跟我说了他们的故事。我发现很多人在放下的时候总说放下，但是没过多久却又放下了。我来把纹在胸前的名字洗掉，在手上纹下另外一个名字。爱情就是这样。不是那样，不一样。真的不知道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。我很爱他，我真的很爱他，我知道他在哪里，所以说我来了。根本就不你老了三岁，他也一样。泰国呢也时时刻刻在变化，找什么当初相见的感觉啊。我告诉你，时间长了，什么缺点都看到，就会觉得对面的人已经不是最初相见那个了，感觉没有了，也就该分手了。我知道他缺点，所以我还是想试试。你确定去卡地亚找他的？三年前我们的路程就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要去找他？当然。不如我们一起去吧，共同去见证历史性的一刻。算了吧，每个人都每个人都要走，有缘再见。哎，说说你们两个，我倒想听听你们两个的故事。阿龙呢，是我在清迈的时候认识的，是一个旅行歌手，一个人走了好几个国家，而且最特别的是，我有告诉过他我对感情的态度，如果没有新鲜感了，我就离开。我觉得呢，人这一辈子就是一次漫长的旅行，在路途当中呢，会碰到各种的人，不是每个人都能陪你从起点走到终点，所以我们就是不停的相遇、告别、再相遇、再告别。然后慢慢地走完我们的这段旅程。萨瓦迪卡，卡尼，我是中国人。那你怎么不理我呢？我叫苏夏，你呢？白雨桐。白雨桐，我今年23岁，大学刚毕业。你也是一个人吗？啊。那不如我们结个伴儿吧。啊，其实我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找我一个朋友。朋友，普通朋友还是女朋友啊？女朋友，不过我们已经分手了。我这次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把她追回去。那
你还是个好人呐，祝你好运啊。谢谢。知道我在这儿。如果追一个人都不知道他在哪儿的话，我还搞个屁呀、啊！雨桐哥哥，你怎么跟到这儿来了？谁跟你呀、啊？我也订了这家酒店。苏夏，邓传的时候认识的。你是树涵姐姐吧？我听雨桐哥哥曾经提起过你。我今年刚毕业，一个人来旅行，如果方便的话，不如我们结个伴儿吧。不要了吧。好啊，小妹妹。是来陪我的吗？舒涵姐睡了吗？没有，快坐吧。舒涵姐，白天我们在那家珠宝店看的那件项链真好看，你说雨桐哥会送给你吗？他买过的。雨桐哥人真好，对你有一片痴情，可是你们为什么要分开呢？有些事情我觉得两个人真心相爱就应该在一起的。爱情是什么来着？有些时候它往往变成了必须分割的两部分，也许过几年你就懂了。哎，等我一会儿啊。
等我呀，哎，哎。舒涵姐真漂亮，人又好。这话我爱听。可是你们为什么要分开呢？他吧，是一个悲观主义。我们家全家都要移民到国外，我让他跟我一起去。他觉得在国外不如国内发展好，还说什么不想靠我的家里养。哎，女人嘛，总是需要一些安全感。我不能给他安全感吗？安全感这种东西很奇妙的，你觉得有他就有，如果你感觉不出来就没有。靠，你们女人真难搞。如果你们真的没有办法在一起了怎么办呀？不可能。我是说如果，你怎么办啊？舒涵姐的家人朋友事业都在国内，她不可能随你去一个陌生的城市吧。她不愿意去，那还有人愿意去呢，总有人想跟你在一起啊。想跟你在一起的人你们看不见，或者假装看不见。能进去吗？其实我这次来是有一些事情想跟你商量一下。说吧。我还真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你看是这样啊，跟舒涵已经分手两三个月了，然后我每次想要把她挽回来，她都拒绝我。看，怎么说呢？我想和她结婚。这个决定下的可能有一些唐突，但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办法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帮我想一些办法来取得他的欢心，让他重新回到我的身边。如果你要不想帮我的话也没有关系。那我先回去了啊，我先回去了。
舒涵姐，白雨桐跟我说你是他这辈子最爱的人，我相信了，你也相信吧。舒涵，三年前我们就是在这里我对你表白，现在还在同一个地方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。苏香，其实吧，我知道你，我喜欢你。所以你才帮我。所以才要帮你把他追回来呀。可惜我没有借到横幅，只好借了件 T 恤。哎，其实吧，你挺好的，可能是我们，这样我就永远留在你心里了，不也算是一次邂逅吗？反正我是这样想的。哦，是啊，那我们以后，有缘再见吧。啊？你也会永远留在我心里。就像我们当初第一次见面后的样子。我叫苏萨，你呢？白雨桐。他不允许，他也不愿意去。想跟你在一起，我们也看不见，或者假装看不见。我想跟他结婚。我这次来表扬你，就是想把追出去。白云跟我说，你是他这辈子最爱的人，我相信。雨桐，我进来了。雨桐，举起手来。怎么了？一天都不开心。
对方，我还是不能答应你。为什么呀？我又怎么了？哦，这几天我想了很久，我们分开这两个月，确实是我做的不对。我爸妈去国外了，我没有跟他们去啊，我回来陪你来了吗？雨桐，我不可能让你为了我去伤害你的父母，就像我不可能为了你把我父母留在国内是一样的。OK， 你到底让我怎么办？我让你跟我和我的父母到国外生活，你不肯。OK， 我回来了，我陪在你身边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怎么做啊？你告诉我。我都说了，外不够一切是那是小孩子的行为，小孩子行为，知道吗？对 ，OK， 很好，小孩子对吧？我是小孩子，我小的时候是小孩子，我现在是小孩子，我他妈以后还是小孩子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我喜欢你啊！我们不是一个人在世界上，我们折腾不起了，折腾。到这里来集合 ，OK，不要迟到。特别是我们新来的两位白先生和苏小姐，迟到的话要请我们喝啤酒。OK， 大家出发。OK， 好，谢谢。我管你知不知道你一天要抽多少？我说，有本事以后你也管。
看这座城，以前不知道多少人在这里生活过，相爱过，在这条路上走过，但现在他看不见了，只剩下这座城，还有这些石头，留着对他们的记忆。所以你又要告诉我，只有失去的才是珍贵的，对吗？你想说我是悲观主义者了？我可不敢，我只是你家的媳妇。所以说，我也就可以不用照顾你了。什么？你看那边，来，你追我呀！小孩，以后那你还喜欢你、啊、我打赌我绝对比你先找到女朋友。应该是我比较快吧，我老爸已经把我介绍好几个了。不是吗？我前面会这么不靠谱啊？我去。Hey girl, do you love me? 嗯啊，哈哈哈哈。嘿，白雨桐，你在搞什么？我靠，你那个种，呸！潇潇，这么有缘啊？哎，我猜这就是舒涵吧？你俩复合了？我俩彻底分手了。好啊，分手快乐。哎你，哎不。不是没有故事的人，我想听听你的故事。我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做导游吗？我20多岁的时候去过广东，认识一个女人，我们很投缘，我也很喜欢她，但是我是泰国人嘛，在那里待不了多久，那时候又不像现在通信这么发达，所以我回国以后就一直没有联系她了。我一直在想啊，如果我做了导游，接了中国的游客，搞不好有一天我会再遇见他。这么说你一等就等了他10年？哪有，我现在有老婆了，还有2个孩子了。其实有时候你如果老是怀念最开始的，就会抓不住现在。我在你们这个年龄我也不懂的，但是有些事情你们会慢慢的明白。不要再送了，就到这儿吧。难得这么有缘，见面就这么快走了。以后还有机会再见的。好吧，那祝你们幸福喽。谢谢。拜拜。要不我改签一下飞机，明天就送你吧。这一次还是我送你吧。看完日落，明天你就该走了吧。你总说
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。不过现在，我倒觉得新的一个太阳就快要升起了。以后就真的不联系了吗？不联系了吧。或许有一天，缘分会让我们再相见。那时候，你还记得我们最初相遇的样子吗？老太太，一个人旅行很没意思的，不如一起吧。会找一个什么样的人结婚呢？抱抱我吗？你来追我呀！你来追我呀！你不来拦着我吗？你来追我呀！你来追我呀！你来追我呀！追回来。
舒涵，我爱你。你可以拒绝我，但是你剥夺不了我爱权利。相反，他在你的面前像个小孩子一样。